蓝色、黄色象征声援乌克兰的台北101塔顶，加上外墙点上大大的 peace， 希望乌国能早日回到和平日常。从228和平纪念日开始，一连七天到3月6号晚上6:30到10:00，都会以外墙灯光以及点灯打字。3月1号到3月3号会有 Stand With 以及乌克兰国旗，象征跟乌克兰站在一起。还有3月4号到3月6号则是为和平祈愿 World Peace， 同样都会加上乌克兰国旗。台北101身为国际知名地标，希望借由点灯传达正能量。另外，在国际上也有不少国际反战声浪，像是美国歌手马丹娜就在自己的粉专上拍影片力挺。马丹娜连三天发文，还在文中表示请发送人道救援，并为当地居民及乌克兰祈祷，希望他们不要感到无助。还有乌克兰网球一姐斯维托利娜，三天前就发出眼里有乌国的照片，之后还宣布要将下一场比赛奖金捐给乌克兰军方以及人道救援组织，希望远在异乡的自己也能为家乡尽份心力。TVBS 新闻林亚南、陈胜文、林立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